大家好，我是冰冰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这一周又过去了，又到了周末我们要为大家探店的时候。这次也有很多的好物正在清仓和折扣，一起推荐给大家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还请您为我们点赞、点击关注以及点击小铃铛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。科克兰有机早餐胶囊咖啡120粒，原价35.99元，本期减6元，折扣时间到4月3日。四罐 Costco 自家品牌的胶囊咖啡有三种不同选择，都在打折。红色盒子为有机深度烘焙，黄盒为有机中度烘焙，蓝色盒为有机早餐综合轻度的烘焙咖啡豆。这三款胶囊咖啡均为100%的阿拉比卡咖啡豆。红盒深度的会带有浓烈的苦味，几乎没有任何的酸味，而蓝盒烘焙的咖啡豆口感稍微更丝滑一些，非常适合早餐喝。科克兰的腰果坚果2.5磅，现在清仓价是14.49元。这款是只含有腰果、花生油和海盐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成分，可以很好的保留了腰果的原汁原味。每日吃上几粒，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。每15粒腰果仅含2克的糖分，非常的健康，又好吃又营养。Muscle Farm 巧克力牛奶味增肌蛋白粉6.2磅装，原价44.99元，本期减9元，折扣时间到4月3日。他家是补剂行业领头的公司之一，虽然前几年一直处于颓废，但是出了这款蛋白后立马扭转了趋势。每一勺里面含了25克的蛋白质，140卡路里，6克碳水，其中1克为纤维，4克是糖，含1.5克的脂肪。此款蛋白粉分5种不同的蛋白质，其中有水解乳清蛋白，它能很快的吸收，并且分解为氨基酸和部分短肽，还有分离乳清蛋白，被称为蛋白之王，蛋白质含量高。还有浓缩乳清蛋白，则是含有更多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，非常适合搭配严格饮食的健身朋友。Neutrogena 淡化皱纹面霜2罐组合装，原价34.99元，本期减10元，折扣时间到4月3日。四罐含有了视黄醇，可以有效的淡化皱纹和淡斑。涂上这一款，让你的肌肤更加有水分光泽，而且坚持使用1周，可以看到淡化的皱纹和斑。4周内可以缓解更深的皱纹以及鱼尾纹，两颊和额头部分的皱纹也会变淡了一些。但是我还是觉得护肤品这种还是要坚持使用，要不然效果是很难看到的。康迪克儿童吸管水杯3支装组合14.99元。过去一年在 Costco 销声匿迹的水杯，今年终于出新色了。它是100%不含 BPA 和化学物质，而且它能防漏防摔，非常的耐用，还可以用洗碗机清洗，非常的方便。新款水杯上的吸管采用了微生物，可以降低细菌的滋生，不爱留异味，倒过来也不怕漏水，而且今年的颜色更加的活泼可爱。这一罐是 Hoodies 杏仁混合零食，现在清仓价12.79元。如果喜欢零食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一款，它里面是含了不同口味的杏仁，其中有外裹着黑巧克力的，还有外裹白巧克力的，以及椰子马卡龙味道的，还有盐焗杏仁，各种杏仁混合在一起。如果喜欢吃杏仁的朋友，那么一定会喜欢这一款。它含有了8克的糖分，其中6克为后添加的。还有 Hoodies 的蜂蜜烘焙花生40盎司装，现在是5.99元。这是他家新出的一款零食，里面含有花生、糖、蜂蜜、花生油和海盐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成分。除了花生的酥香之外，因为经过蜂蜜烘焙，会使得花生变得甜甜脆脆的，再配上咸咸的海盐味，味道会更加的好吃。总含糖量为8克。Gold Tone 男士羊毛绅士袜3支组合装，现在清仓价4.97元。它非常的适合搭配西装穿，不过其实当做休闲袜也是很不错的。材质是含了54%至56%的羊毛，穿在脚上很舒适还透气，而且对脚趾和脚后跟部分都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。它一共有2组颜色的选择，现在价格非常划算，也算是反击清仓了。J-Way 的波霸茶套装现在13.99元，今天非常的惊喜，居然在 Costco 里遇到了波霸的茶包，而且这一款是自制的波霸茶包，礼盒里面一共有10包茶粉包、10袋波霸包和10个纸吸管，总共可以做出4杯的经典奶茶加黑糖波霸、2杯香芋奶茶加黑糖波霸、2杯焦糖奶茶加焦糖波霸和2杯百香果菠萝绿茶加水果波霸。此款为台湾品牌的波霸奶茶，评价很高，好喝，而且做起来很方便。只是含糖量确实很高，不能常喝哟。
从农贸蔬菜脆零食9.89元减2.5元，折扣时间到4月3日。如果你是追求健康饮食的朋友，那么可以考虑这款零食，里面含有紫薯、土豆、花椰菜、胡萝卜、秋葵、西红柿、米糠油和盐。除此之外，没有添加任何的成分，果干非常的酥脆，不过里面不添加任何的面粉，所以很健康。每28克不含胆固醇，含65毫克的钠，3克糖以及2克蛋白质。平时吃蔬菜很少的朋友，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膳食补充。C-Temple 脆虾夹5盎司装，现在清仓价7元。逛超市的时候一眼就看到它了，果断入手一袋。里面的虾夹都不算很小，一口咬下去酥酥脆脆的口感，口感是真的不错。严格来说，这个脆虾夹不算膨化食品，原材料确实是虾头，不过吃多了可能会觉得口渴，它有一些咸，但是真的是非常好吃的一款零食。还有 C-Temple 的碳烤干贝5盎司装，现在清仓价11.59元。一看到它我就迈不动步了，必须要入手。一包里差不多有14到15个独立的小包装干贝，每个干贝都很大，肉质饱满新鲜，口感软嫩，开袋即食，吃起来是香香的。不习惯吃海鲜零食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腥味，不过其实它真的非常美味，稍带一些海味才能算得上是海鲜零食嘛。Irwin's 蛋黄三文鱼皮10.6盎司装，清仓价15.99元。偶然发现了这款三文鱼皮，此款咸蛋黄鱼皮是微辣款，清脆爽口，不会很咸，也没有鱼腥味，入口还带点丝丝的辣味，不仅适合做零食，还非常适合做下酒菜。不过此款作为零食可能有一点腻，配上凉爽的啤酒会更完美哦。Rose 意面酱28盎司装，一共是2瓶组合装，原价10.49元，本期减2.8元，折扣时间到4月3日。它是拥有了120年历史的意大利面酱，是手工制作的，原材料皆为纯天然，剥皮的番茄，用在意面酱里的番茄均来自意大利，还有橄榄油、洋葱、盐、大蒜、罗勒、黑胡椒、牛至，没有添加任何的人工调味剂和防腐剂。那它不仅能够做出美味的意大利面，还可以做经典肉丸、披萨等等。这款意面产自意大利。CJ America 韩式牛肉饺子现在12.59元减3元，折扣时间到4月3日。最近追韩剧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爆款的韩剧《室内相亲》里面就出现了这款品牌的饺子，馅料非常的足，饺子皮不容易破，很有口感。馅儿口味是韩国烤肉口味，带有一点甜味。如果不喜欢甜咸口味的话，可能吃不惯，不推荐这一款。韩式饺子与我们吃的不太同，它里面还加了粉丝、蔬菜料，加的也是很足的。DB's 有机超级水果果冻条35条装，现在9.49元。今天在 Costco 又发现了一款非常适合夏天吃的零食，这款在常温下放着是果汁条，如果冷冻了之后拿出来也不是完全冷冰冰的，吃着还是有一些软软的感觉，像凉凉的冰果冻。它是由真的果汁做出来的，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分，吃着也不是很甜，共有芒果、橙子、草莓、柠檬和蓝莓、石榴3种口味。今天尝了蓝莓、石榴的，淡淡的果汁味，不甜，但真的是很美味。这是意大利提拉米苏9.99元，之前一直都没有发现，今天终于让我找到了我的最爱。意大利产的这一款用马斯卡彭奶酪制作的提拉米苏甜点真的很好吃，它的最底层是泡在咖啡里的海绵蛋糕，上面是一层马斯卡彭奶酪，最上面的一层是可可粉，一整盒有6杯。我喜欢它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它不是很甜，特别是上面的可可粉把蛋糕的甜味微微的盖住了，如果再搭配上一杯咖啡，那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下午茶了。赶紧打开尝一下，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爽了。对于超级爱吃提拉米苏的我来说，这是多么大的一种安慰呀。如果你也喜欢吃，赶紧去尝一下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推荐到这里。今天真的算是一个吃货的大集合了，好多零食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。如果您也喜欢，可以根据我们视频左上角的 item number 去寻找商品，更加的方便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在洛杉矶下一期再见。